出差和爸爸秘书住一间房。你怎么还不回自己房间？我没订房间呢。你就订一间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爸说了，公司要接流，出差的话只能开一间房，这不标间两个床吗？你这不用这么省吧？这不出事了吗？那能出什么事啊？我一个床，你一个床，再说咱俩又不是没睡过。不是，我得洗澡啊。你洗你呗，这都看不见，你就去呗。Who's walking around with me? And then she asks me, Do you feel alright? And I say, 咋了？你不洗澡去吗？看不见呢？这上哪看见去？我在里边能看见你啊。啊？啊，那这可能是单向玻璃吧，就里面能看见外边。啊，真的？那不行，你进去再看一眼。看不见，你再看一眼。你笑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刚才看视频呢，有个搞笑视频，我笑了，咋了？你真看不见啊？真看不见，里面是不是能看见外边？我、哦、挺神奇啊！哈哈，神奇，哈，行，你去吧，洗去吧啊！OK， 骗我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我不洗了，怎么不洗了？害怕？你怕什么呀？不洗了。来，你害怕我给你洗。And I say yes.